杨紫琴，就是那河南商城县，杭州啊，住五年。啊，第一个公司那个炒股那个公司，同花顺。哎，可以喜欢干两年多，现在就是在学校，汉体学校，就一个工作，也喜欢。肯定比河南的好一点，这个啊打工有钱赚，在家里钱赚的少一点。外面肯定有赚的现钱，肯定那个生活比家里好点。肯定是对的。肯定一般再来杭州了，每年都到杭州来。觉得现在生活比以前来的我好，挺幸福的。